六十。扬州的美景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对，你们是新疆的是吧？不是，我们是美国的。美国啊？对。他们去印度的。我们是不是扬州大学？扬州大学的。留学上学的。哦，你们学生。对。我们学校。看上去很年轻。像讲话像是个新疆人一样。不是，我们不是新疆人。OK。你们是扬州人，我是美国，不是新疆人。OK。你们是扬州人，我是美国人。你是美国人，他是印度，他是葡萄牙的。葡萄牙。对。来，他是怀特人。你们搞的是不是对，这是西湖湾吗？还有杭州腔啊！我阿拉伯，我的国家阿拉伯，对，很有钱的，还有钱的，他不丹，他孟加拉，他。肯定不是，我们听你们说。印度。英文，我不懂，有文化没有文化？我知道中国人，你们喜欢美国人？喜欢美国人？知道？什么叫喜欢的？都喜欢美国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没听完的，看第一次。他的中国人，讲得好。对，我通过来也是个西。哦、oh, ，really， 真的，这个中文考试，这是个考试，这个中文考试，对。知道了，对，你中文马上赶上我了，我知道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到双溪湖里面玩去，好了。I'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is.